你敢说，你不是处心积虑想得到华胥仪？魏国、魏齐，这都是一笔好买卖。魏国，宋宁、陈国审案。 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工具。你是我们荣家最好的一把刀。我不在了，他会怎样？ 华胥引出，梦定天下，宇内九州，血雨腥风。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。既然你想要虚幻的幸福，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 堂堂的文昌公主与天子联姻，怎么说也算是九州一大盛事。真儿不想嫁给他，真儿要嫁给苏玉，陈国的世子。如果有人要背叛他，我绝不轻饶。 为什么你是陈国人？为什么你是陈国的世子？为什么？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今天正是开启你华胥之梦的日子。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美好的。 公子能为我笑，此言死也值了。既然你把我贬得如此不幸，我不回报你们，又怎么对得起我自己？